你知道吗？好，这个是很荣耀的，好，这是我们的主席蔡英文蔡主席送来的一对花篮，圆满成功，民主进步党主席蔡英文敬贺。演唱会，然后要秒杀，要卖得那么好，我现在自己其实也有点蛮担心的。啊，可是小英主席就跟我讲，没关系，就从我们中执会，我在开中执会的时候，从我们中执会开始，每个人看先预购多少。就是有很多网友，昨天我有看，那么网友有说，李大哥，他说我替我妈妈说，拜托你不要退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我说我不会退，他回我说哦，我不会退，我一定会唱到我不能唱为止，因为一辈子我都在唱歌，而且唱歌歌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一个这个项目，所以我不会像江蕙这样子就封麦，绝对不可能的。票房秒杀。